接着呢，我来换一下这个乐器最厉害的歌曲哈。这首歌呢非常有张力，非常有张力哈。等一下也要让我们舞蹈老师呢来 solo 一下哈。等一下这首歌完 ，Michael 也要带来几首快的哈。那我们先带来这首呢，叫做《为什么》哈。为什么这首歌呢？让大家听听看，因为呢刚才比较多快的嘛，哈。这首翻了一首比较慢的，大家听听看，让它这个有张力的。张力的感觉，又特别用这个乐器，然后那我今天也有 live 直播，所以呢，也让我自己呢表演一下这一首非常有张力的金曲哈，难度算是比较高一点点的哈。那这个时间也让大家给我们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公益表演啊，大家随意就好，随意就好。我们有义工哈，义工帮我拿着爱心箱啊，大家随意就好哈。我们公益表演非常需要大家的鼓励啊，我也勇敢跟大家讲啊，我们在这边呢付出。这个我们专业的音乐，希望大家呢觉得好听的话给予你的鼓励，带来这首《为什么》，谢谢。好，送上这首歌给所有鼓励我们的朋友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
再演奏一首歌送给左边的朋友，因为左边呢还没演奏到哈，左边的我们等一下也来演奏，先演奏一首歌。要是刚才也谢谢右边的朋友给予鼓励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我再来一首呢，再一首哈，也要感谢左边的朋友，要像巡回演奏一样哈，演奏一个圆满。再等一下呢，换 Michael 的演奏哈，第二首歌来为大家演奏一首呢，爱你的只有一个我，好不好？来一首庾澄庆老师，号称呢 Rock 摇滚之父庾澄庆的歌曲，爱你的只有一个我，谢谢。